打武器大狗了，武器大狗哎、欸！过来我的桶，一灯大死。哎！全军出击！你打武器，每次他的头都要被他敲烂吗？好嘛，那主播这把教你，你可以多回八十点血。要被拔毛了！打武器就容易学艺啊！哎，他肯定要过来压我的，看他压不压我。啊、来嘛！那我就跟你绕就好了，能怎么样嘛？哎，玩来玩去就那几招啊，都不到几回合就会被干掉了。到了，我掉小兵了，让我扎你一下哈。我刀可以不吃，但是你的血必须要被我耗了，干嘛？干嘛嘛？怎样？笨的，我操！激怒一下他。这武器不会玩，不是他不会玩，是主播应对太好了。容我一生。弱爆！我操！叫我弱爆小子！哼！把把遇到练英雄，我不服，这还练英雄啊？哎呦，换这弹幕小老板来，估计你这一集就被他敲得头晕了，跟你讲。哎，把把练英雄，看不出来这武器是个高手啊。只不过主播打武器已经是打得滚瓜烂熟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干嘛？你非要留我一下干嘛呢？我有点不太明白你哦。留我又能怎样呢？留好，让你留好了，再买把长剑，结束了。这还不高手，这很高手的。换弹幕来，你现在都零杠二了，信不信 ？TP 之前被杀一次 ，TP 出来之后又被杀一次。他这个 E 是比较烦的，他主要最烦就是他这个 E。其实其他都还好。我曾经抵抗It's okay, man. It's okay. Don't worry about this. Don't worry.打武器，我首推彗星，因为彗星是打武器最好用的，就是带彗星的前半段伤害会特别高。打武器一般就是 Q 一 Q 二 Q 一 Q 二，十几道直接一波 O 用就完事。我不推荐打武器带征服者，
彗星比征服者更好用，因为你无论你带什么一级都是被压，相信我 ，trust me，trust me。不过还行吧，跟他一换一吧。我需要这个人头，因为拿到这个人头我就可以幽梦，而且这波宰了他之后回推线，你别看他终结我500块，500块换他值钱，加我出幽梦再加回推线，我操，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，没人会放着一本万利的生意不去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打梦魇推荐什么带相位吧，常见一级蹲草去，结束了。上线他可能六级，但是我七级，随便他打，他 debuff 全没了。哎呦，你还买两个布甲？买布甲就有用的？我跟你的对象是买布甲就能有用的吗？嗯。我跟你的对象是来跳我，敢跳吗？来跳我。还行，给男枪也可以。他们将称我为弑神者。不过你们要是顺的话，我推荐，如果你真的顺的话，还是先做亵渎会好一点。不过你要做幽梦也行，它各有各的优点。幽梦它的优点是全方面的，跑线伤害都有，但它就是没有说那一段伤害。六级的快走！你们的下场，我来清算。祈祷吧，蠢货！面对的是爱。可惜他有闪。有闪就没什么办法，有闪那就没办法了，买残暴之力吗？我想一下，哇，他们这个还挺恶心的，算了，先买这个，还行还行，小问题 ，Q 3打中这位就死了，我幽梦打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要先让这歌声，这还要吃我过程。我发现有很多上单真的不太懂玩游戏。Hello， 他可能在这里回去，不管了，可能回也可能没回。出焚天杀，出焚天对面基地爆炸。出来一招，
还行，晚上好，你晚上好。520，给大伙打个520。他没 TP 的，十级打八级 ，W 改的真伤啊！对，又是这个位置。你说我能杀死他吗？感觉有点难。沙皇哥好推，这卡牌下来我肯定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W 还行 ，W 不太行，高分段 W 表现不一般。他还跳过了，什么意思？你闪现呢？那不有闪吗？怎么不闪？闪现呢？放弃了吗？真的发现能长剑出门，一定长剑出门。长剑出门太舒服了，要好好利用这个生命值上限。我感觉这剑魔这个生命值上限怎么讲？基础生命值上限提高，你虽然买多狼会变得更肉了，可能有800点基础的生命值，但是我觉得700跟800差不了多少，而且反正剑魔前期也打不过别人，也不如将计就计，对吧？也不如将计就计，对吧？直接长剑出门，不搞定。我觉得长剑出门会好点。因为长剑出门，它可以节省你合成后续装备的费用，最好稳定。走吧，这把我觉得买水晶石。刚好是金晶，我还是喜欢用无用移速快，那穿甲会高一点，18级穿甲，它主要是有那个机动性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它那个机动性。打武器你前期学艺就好了，我现在喜欢药水出门，不过这东西看你们自己怎么说，我觉得药水出门也挺不错的。把自己家蓝给打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还是难杀，瞬发技能有点恶心。要不我走？红 buff 可以，再蹲一下好了。这还会吐？我操！打是不把沙皇给宰了？你要干嘛？我操，这这么有勇气、啊，他怎么可能上来杀得死我？怎么可能？而我将消
光你的森林。烧光你的森林。轮子妈真的讨厌，大树加轮子妈，他们的团战题目。对面开摆，我感觉我们要输了，就我跟男枪可能要好一点发育。坏事被抢了，算了，冰冰的支持。1427，ADC 还是太猛，1427。我操，真要输啊！1000，这是真要输啊，这节奏。中下是烂跟那个大树是稳定点控，其实挺难打的，这个就挺难打，是很难打。我操，这伤害真高。可以。我们的连接保护着我，真变态，1880，输出太稳了。下一针做什么？感电波轮刃，还是我得补个星虫呢？我在想大伙，下一针我要做什么？但是感觉好像得做这个。五变态是正常啊，你看我装备呀、啊，哇，15级出穿甲，你说我打人伤害很变态吗？他等级低呀、啊，你懂不懂啊？能明白不？我的伤害比他更不稳定啊，我是技能伤害啊，特定区域击飞加强伤害才会挂夸张啊。他是等级低，装备不行，但他的伤害很稳定，他稳定伤害还高，这能这样算的？哎呀。主要确实现在这样的弹幕比较多，有点难交流了，交流起来感觉有点累，其实。
蛮难交流的。都这个法律这个装备的建模还打不用人多玩。克雷带点火，打克雷带真武者，以后你多兰盾，打克雷长剑太危险了。改打克雷一级可以去蹲草，不吃线。我的痛苦，我想让他绽放。又是这逼轮子。伤害率真的，这把肯定要输我感觉。只要这副肉身还活着，我的惩戒就不会停止。剑魔打人痛是一定的，是应该的，这是天经地义，懂不懂？他没伤害我操，他也就靠这几个 Q 吃饭呢，他要 Q 到人还没伤害就干脆别玩了，对吧？你领先那么多的经济等级，你还打不动人，打人还不痛，那还玩个屁？这把应该要记了吧？卡牌没看见人，偷东西好玩吗？差一点。这个打水晶会被消耗掉，但它不触发，好奇怪呀。百川剑，又是主播最喜欢的百川剑。不过没带猛人冲击，还行，觉得气也差不多。巫师100点护甲，这你受得了？巫师100点护甲，老版本的穿透它最多就做到50多，远古版本现在只有两倍。
真变态啊，这轮子妈的伤害真就开一个 W 一直 A 就完事了。夏利卡了，队友其实不用打也可以，忘记把眼埋上，我就找个地方传过去给他拆。对，他有蓝盾，他三剑比我五剑打他都要痛，你知道吗？他三剑的输出比我五剑打他都要痛。这是 ADC， 得找个机会偷过去。装备很正常，要不我跟他装备换一下，他五件我三件怎么样？兄弟们，要不我跟他换一下，就他神装，然后我只有四件，然后我做一件蓝盾。怎么样？要不换一下，兄弟们？我感觉换一下，要不这样子吧，他神装，然后我两件半看谁打谁，对吧？我出肉一点。拿下，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。